不要跑那么快的，慢慢走啦，很危险的，跌倒了。不然有蚊子追我。没有啦，里面没有蚊子的。蚊子会来按门铃，按门铃就不要给他开门就好了，他就进不来了。你知道蚊子在按门铃，你就不要给他开啊。西瓜球。那个是可以吃的西瓜，不是西瓜球，这个是可以吃的西瓜。那是什么？那个是竹笋。竹笋。对。爸爸有吃过。吃过竹笋吗？阿公，那你有吃过这个吗？那个是什么？西瓜。西瓜。那你有吃过这个吗？那个是竹笋，有啊。那你有吃过这个吗？那个也是吃西瓜，跟这个一样的啊。还有卡计程车。对，卡计程车啊。这是什么？那个乡下姑娘。我有一个香香菇。对啊，它在里面电脑里面的啊。我把门关起来了。好。为什么要把门关起来啊？大哥。蚊子才不会跑进来啊。我让它关起来了。对啊。